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要挑战2024总统大位，布局动作频频，但副手究竟要找谁？柯文哲开出条件是这些，当然最好是要互补线嘛，女性中南部企业界或者是财经界的，符合越多越好。可是黄珊珊同时现在在，会增加票。柯文哲直接打枪柯黄配，让坐在一旁的黄珊珊好尴尬。但要选总统可没这么容易，柯文哲就自嘲，这次2024根本就是台大同学会，同届赖清德和朱立伦都可能是对手。但谈到高民调的潜在劲敌侯友宜，却说他选的话要付出庞大代价。朱立伦是机会成本很低，所以他获利空间大。那你机会成本高，获利空间小，你只要跑掉，选没上但重上，选上有补选的问题，这太多问题了，这个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。每个角色有它不一样的功能，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忘了初心。所以谢谢大家，很多人给我很多人关心。侯友宜到底选不选始终不松口，反而是柯文哲坦言说自己打选战很吃运气。刚刚有时候不是你厉害，是别人倒掉，像2018你知道，你如果那时候蒋万出来选，搞不好就挂掉了，可是他就犹豫没有出来，那就让我矫健过关。即使2024变化多端又凶险，但面对蓝绿对手夹杀，柯文哲显然打算放手一搏。记者谢宏儒、许国豪 SNG 小组台北新北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